我不管，我一定要在上面，我不要到被压的那个。好啊，你只是要在上面的话，有很多姿势可以让你靠在上面哦。小李晨，我知道了。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藏在心里很久了，可是怕你会不高兴。你问，尽量问，我不会不高兴的。那你是一号还是零号？什么呀？你怎么是零号？你是一号？我这么爷们，怎么可能是零号？真的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事情吵架。当然有必要，事关颜面。我警告你，你现在马上就跟刘美芳说清楚，一号是我，你才是零号。办不到，我就是要当一号。多少女人爱慕我，绝不可能是零号。要比爱慕我，也不遑多让。再说论体格，我比你壮，肯定压得了你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在上面，不要到被压的那个。好啊，你只是要在上面的话，有很多姿势可以让你在上面。小李晨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真的不需要这样吵，这不都是假的吗？就算是假的，我也要被要。那干脆跟刘美芳坦诚一切，不要继续一样游戏。不行，牺牲那么多，不该动手的费。我告诉你，我高二就交女朋友了，比你早破处。我交过女朋友，比你多三个，那是你关系乱。我交往的时间都比你长，要比长啊？好啊，来比长啊！好啊，拿尺来量啊！判。好啊，原本不要拿起直接量啊。好啊，找裁判啊。19.5不含头。小叶，你们两个到底几岁？你要把我的棍子还我。不要。好啊，那我派我的弟弟的弟弟跟你比。你要跟他比吗？不，不要。打死你！干嘛拿两个碗？又没有煮给他吃。不会煮那么多吗？干嘛端出去给他？好像我希望他吃一样。放在这，他饿了，进厨房就会看到。这是多事，是要赶快道歉，不然怎么继续在美芳面前演下去？不行，这么一示弱就得妥协，就要去跟美芳说我是零号。他只是经过。到底在干嘛？可是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大半夜不要在我门口走来走去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你房间门外是公共区域，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。幼稚，无聊，你才神经病呢！自私鬼，自恋狂。小气鬼，把头发拔光，衣服拔光。